富城碗底有两撇步，一撇步煮食有手咯，一撇步来画鸡仔咯。南街七四八庙，你敢知？七四八庙，哎、嗯欸，啊，你正经有甲我讲过？有，嗯，八庙。七四八庙，故事你敢知无？应该知，伊读迄建筑的。哇，不是有两种说法吗？哎，应该是，就是讲庙很多，然后以讹传讹就变成七四八庙。没有啊，真的有七四八庙，开元寺、瓦华寺，念得出七四八。哎，真的有七四八庙，而且那是有，那是因为那是台整个台湾啊，台南市庙宇最多。嗯，是以前的台南市，不是包括现在台南县？因为那个叫是有一种风水说啦，破坏地理。就是不要让台湾吃出高人就对了。你若看台南的庙宇吼，拢是路冲的。嗯。你只要看拢是路冲。哎，一个是要破坏的风水吼，不要让台湾出高人。比如说类似总统，还是类似那个领导者。所以那是清朝会派些蒋公之外，来破坏台湾的风水地理。因为台湾这个做波德，啊，所以要破坏风水。我就是讲，迄寺庙是因来进行咱因为地方不安宁，然后不是，迄是因为因将起庙，啊，破坏风，我们庙起了上高头去要起土啊。刚起新新房啊。系啊。好颠倒。你看上面像那个处理那个。你也看，的永福路，永福路经过是古庙，啊，已经古庙来，伊喺内面就是放在关帝爷。啊，关帝爷就是文武两相，武相的关帝爷，文相的孔夫公嘛，哦，所以文武两相。啊，你啊看开元寺、法华寺，迄拢是讲清朝的庙宇啊。哦，真的很欢心耶！你爸爸，我那位这边围过来，再围就天后宫。好。